师父有礼了，小女因送货赶路，错过客栈，不知道今晚能否在寺中借宿一宿啊？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乐于助人，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。女施主这边请。谢谢。 阿弥陀佛，这是本寺为三位施主准备的斋饭，就请三位施主慢慢享用吧。贫僧就不打扰了。多谢二位大师，阿弥陀佛，多谢了。这二位大师待我们可真好，竟然给咱们做了这样一桌子佳肴，想必他们平时吃的都没这么好。是啊是啊，哎，二位先吃着，我去盛饭。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哦，小生安静，是个书生，请问姑娘的芳名是？我姓张，名金凤。哎，那这位姑娘是？哦，我来给你介绍。这位是十三妹，是我的好朋友。 十三妹啊，你为什么要戴着斗笠吃饭？你没觉得这样实在不方便吗？这样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好，金凤姑娘，其实在这部《诗经》里面还有很多意境特别优美的诗呢。嗯，比如《尘封》啊，《尘封》我听说过。比如《尘封》的《月出篇》啊。 好，他也是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。哦，我知道有一句月，想不到这安静平时看起来呆头呆脑的，居然这么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啊！哎呦，讨厌！ 难道你是宋生秋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你们。
师兄，看来咱们在这菜里下的迷药起作用了。哎呦，哎呀！哎，这个弹头力的给你，他可比那个小娘们漂亮多了啊！哎，这漂亮是漂亮，怎么我觉得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哎呀，你管那个干嘛？嘿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先干正事儿。这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敲门？你赶紧看看去，我帮你把他弄屋里。好好，我先去看看。阿弥陀佛，姑娘，这么晚了到本寺来有何贵干？大师慈悲，不知小女子能否在此借宿一宿？啊，阿弥陀佛，姑娘，请随我来吧。谢大师。施主，请。不知施主是否用过晚膳了？要不贫僧这就为你准备一些斋菜如何？怎敢劳烦大师，小女子之前已经用过了。用过就好，用过就好。那施主今晚就在此休息，您看如何呀？想不到这荒山野岭竟有如此清净所在，果然是佛门圣地。哦，对了，女施主，想必你一路辛苦劳累，贫僧为您倒杯茶解解渴吧。谢谢大师。那姑娘若是有什么需求，缺什么了就吩咐贫僧一声，贫僧先不打扰了，这就告辞了。大师有劳了。阿弥陀佛。小妞，佛爷，我这就来疼你啊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，刚才谁啊？说出来就怕你不信，又有一个小美人到咱们寺里来投宿，那模样可漂亮了。哎呀，丝毫啊不比这两位逊色。真的？那他人呢？倒了？那还用说，估计现在已经倒在床上了，就等咱哥俩去料理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说咱哥俩交的是什么运呢？这好事是接二连三的。哎呀，反正啊这妞是不嫌多呀。不过这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啊，咱们先把那两个给料理了，不然一会儿醒过来可就麻烦了啊。我已经把你那个送到你房里去了，好好享受吧。各位好兄弟，那你也在这里好好享受吧。那我先去了。去。哎呀，小美人儿，
哼，来得正好，佛爷爷正好把你也一并收拾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你醒了。这里是一间黑庙，那恶僧给你下迷药，想轻薄于你。不过我已经给你用过解药了，你已经没事了。糟了，金凤姑娘！谁？哎呦！金凤姑娘，你走开！站住！金凤姑娘，金凤姑娘，我是金凤姑娘，你快醒醒！金凤姑娘。别打了，姑奶奶，饶命啊！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还有下次？哎呦，臭和尚！姑娘，快拿解药来！哦，对。小心！先救人！金凤姑娘，金凤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哭了，金凤姑娘。你们这两个道貌岸然的臭和尚，啊！枉你们一个称圣，一个称贤，竟敢在佛门圣地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！你们心中还有佛祖，还有三宝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阉了你们！金凤姑娘，你别害怕，你别哭了，我刚才只是想吓吓他们，我不是真的要阉了他们，你别哭了啊！金凤姑娘，金凤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她一直在哭。我没事。你们那有什么发现？我们刚才在外面搜了个遍，没有其他人。看来这里就只有这两个和尚。我刚刚在他们的屋子里搜到了很多珠宝，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坏事，害了多少人，真是可恶。你们这两个淫僧今天算是撞上了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，他就是当下赫赫有名的女英雄十三妹。刚才若不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，恐怕连我也……对了，还没有对你说声谢谢。这没什么，你也救了我一命，大家扯平了。这次真的谢谢两位姑娘救了我，还好有你们两个，不然我恐怕被他们……我也要谢谢二位恩人，我已经欠了十三妹好几条命了，这回又多了一个债主花姑娘，看来这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哎，大家相识一场，就别这么客气了。就是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大家就算交个朋友吧。哎，这两个淫僧怎么处置？明日一早就把他们送去衙门。